首先，开发这艘船舰借助了各式各样人们的力量，无论是技术面还是资金面，都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呢。呵呵，想必您在筹措资金上面相当辛苦吧？我从包含皇帝陛下在内的各方面都获得了通融。不过，我认为正因为有这些努力，才得以完成这对具备理想性能的双翼啊！全长75雅距，船体的尺寸是利贝尔的埃尔塞油号将近两倍大，难怪我就觉得比较大。一开始停在操场的时候就觉得超大了。搭载了20具 ZCF 制的高性能引擎，实现最高时速3000，虽然上不及埃尔塞油号的3600，毕竟它比较小，但却有足以自豪的强大装甲性能以及迎击能力呢。详细的规则我已经知道了啦。不过越听越觉得这艘船舰真厉害了，说到底做过了头。我也曾听说过它正在开发中，不过没想到竟然会是这么离谱的性能啊。我多少可以了解这艘船舰的厉害之处，可是并非军人的父亲为什么来担任舰长呢？还是说您决定要加入正规军了吗？你会有疑问也是当然的，还有游击士为什么会在这？不过正确来说，这艘船舰并非隶属于任何军队。这么说来是视为皇族的船吗？正是如此，不属于帝国军或领航军，是用来掀起第三阵风的翅膀。因此我特地请来子爵阁下接下驾驭他的重大责任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呢，这么说我就明白了。由光之舰将担任舰长，以帝国最快的速度为傲的双翼，哈哈，就扮演牵制角色来说，或许也是最强。的确呢，就是这样咯。舰上船员有一半是从我隶属的第七机甲师团暂时调过来的，不过其他人都是民间出身，身份和国籍也各不相同。顺带一提，我是前来参加，是担任情报收集工作，并且也负责和留在地上的协会方面进行联络。原来是这样，不过这样的工作也适合托巴尔嘛。如果是我的话，再怎么说还是会以拳打脚踢为主。那真是太光荣了，想不到能让这么棒的船舰送我们一程。顺便问一下，您打算就这样去绕遍帝国全土吗？希望能尽量缓和帝国各地的紧张。还有，我想借此对帝国解放战线那帮人施压。施压，毕竟让他们看到这么猛的吗？的确，他们也有使用飞行舰。我听说情报局和帝国铁路宪兵队已经展开了行动。不过，如果是这艘船舰，应该能够以不同形式来牵制他们吧？不用说，一箭双雕了，三雕、四雕、大雕，什么都没问题啊！而且在我想要的时候，也可以搭上来散散心。希望改天可以计划一下在帝都上空举办空中演唱会。走。这个傻瓜的胡说八道，就先当作没听到吧。搭乘这艘船舰的话，不用1小时就可以到卢雷了。各位就在船舰内稍微放轻松吧，除了机关室等机密的区域以外，都可以自由参观哦。谢谢你。那么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啦。太酷啦。卡雷加斯。而在抵达为止的数十分钟期间，为了增广见闻，我们便在舰内四处参观了。只有十分钟就到了。看样子从头到尾都搭配了最新的设备。皇子的地下总是令人吃惊呢。所以阿金就吃了一惊。阿金你竟然可以吃了一惊。你在讲什么啦？那他自己讲的啊。欢迎来到卡雷贾斯的船。格拉夫特超。这什么超舵长。好难念哦。超舵长虽然看起来是那样，不过操作也相当的纤细，请不用担心。要是路线偏差的分毫，我也会感觉得到啊。
毕竟全员都是各领域的专家。真的假的？哦，我是从事正规军飞行舰队调过来的格拉夫特，请多指教。哈哈哈，这艘船舰真是不赖。哈哈哈哈，没想到竟然会成为光之剑将的部下。的确，如果是他的话，我相信一定能够回应皇子陛下的理想吧。哈哈哈哈，看来这艘船舰今后将会迎接什么样的风呢？我也很期待哦。机关室听得到吗？最大航速速度下输出功率稳定，全速绿灯哦，是号引擎往下偏了点啊，调整看看吧。酷哦！你好，我是通讯室卡斯，你是第一次上到军用舰的，这是叫舰桥吗？舰桥，不管哪艘船都差不多这个样子哦。不同的是，卡雷贾斯是最先进的巡洋舰，以及包括我们船员在内，都完全独立于帝国各势力这两点吧。好猛哦！好猛！半数是地基机甲师团，在正规军当中也是一贯的中立。嗯，太酷了。感觉仿佛化为了一阵风了，可说是有如翱翔在天空中的红色飞马吧。能够获得这般经验，看来我们果然在人员方面很有福气。这非得感谢风恨神不可啊！啊 ，OK 了。你在讲什么？他说啦。哦。天哪。好酷哦。对啊，你到时候可以在这边做信仰之跳。呵呵，之前就听说过舰长有个女儿，父女相见真温馨。船舰的部分就交给我们吧。虽然船员的出身五花八门，不过每个人都十分优秀的哦。真的，感觉都很优秀啊。在干嘛？啊，附带一提，我是被地下从艾普斯泰恩财团挖角过来的。呵呵，他真是一位既特别又风趣的人啊。天哪，真的，真的很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看不到任何东西啊！哇哇，你就这样见你的父亲了，父亲要傻眼了，傻眼了。父亲，你也真是坏，进来看来相当忙碌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！呵呵，抱歉让你吓了一跳，因为有许多事情是机密事项啊。不过，女儿，你倒是也让我吓了一跳，没想到猫我跟你这么的搭。嗯，就算是自己的家人也不能轻易透露，这点你也很清楚吧，毕竟你都隐瞒了我这么久。不过爷应该知道这件事对吧，还是有点无法接受这样的理由。呵呵，不过能够承蒙招待真的太光荣了，能够让皇族的船送我们去实习地，对我们而言也相当放心。嗯，这么一来领邦军也不得不关照你们了吧。对于贵族派和改革派以及帝国解放战线的牵制，为了达成这些目标，这艘卡雷贾斯将会成为帝国掀起全新的一阵风吧。是的，父亲接下舰长的职务应该有很大的意义，不过目的想必不应该只是如此吧。哦，的确如此，这种水准的飞行船目的看来并不只是为了对各方面牵制吧。看来你们似乎也都明白这一点吧，虽然在上个月的实习中连静下来好好谈话的时间都没有，不过看来不谙世事的巫女也的确有所成长了吧。成长到连猫我都愿意带上了，不错不错，别哭吧，这都要归功于学院里面的大家。他要跟我道谢哦，好说好说。对了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女儿和其他学生们处得好吗？当然处得好啊，甚至她跟我的关系，不晓得她已经告诉老爸您了吗？对。对，老爸，我的意思就是，没错，就是老爸。对，我们已经在一起了。你，对啊，那虽然最近他跟小飞关系也很好，但老爸他还是我的。哎，我想目前并没有什么明显问题哦，这样啊，那就太好了。我经常担心这种年纪的女孩子而言，是否把她教得太有汗了一点，以后还要请你们继续关照她喽。还有，我的女儿就拜托你了。是是，那是当然的，没问题。毕竟劳拉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伙伴，对我来说更是重要的另一半啊。嗯，但若说到你，总觉得事情不只是如此啊。总之，记得要有所节制，至少在我还有一口气的时候，绝不允许你做出不守分寸的事情。
不是不是，老爸，你听我说。被签字啊！老爸，你听我说，不是，虽然我有大老婆、二老婆、三老婆，但是这个我都很守分寸，都是大家的同意，好不好？老爸，你能够体谅吗？这个哦，装傻装傻，我不太懂你的意思哎。不过我会以同样是第七班同成员的身份来对待他的，呵呵，那就好。那、啊、这悄悄话他最好听不到，你们两个人在窃窃私语什么？你不用在意，这是男人之间的话题。总之，我会确实将你们送往实习地的。身为军官学院的学生，要集中精神去努力啊！哈哈，这也算是天下父母心吧。哇塞，橘又在嘴啊！这次我们虽然不同组，不过彼此都要加油。好的。还在关心我啊，劳拉。一般无痛。我会确实将你们送往的。没问题，交给我们。噔噔噔噔噔。我还把臭橘拉进来。然后跟他讲，要滚随时 OK。哼。臭橘，只有这一句可以查。对啊，巧克力那个力是女生，但是我这个力量是男生啊，超美的 ，Superman。我先去三楼。好大哦！我想先去外面。哎，不行，还是走这里。你好啊，欢迎来到卡利贾斯这位同学。皇子陛下和范德少校是在前方的甲板上哦，不妨过去跟他们问候一下。哇，你看还会敬礼。岩木不见了，看不见啊，在那边嘞。干我屁事，是你们的问题啊。看不到哈。一二三，叮，出现了。还在？是不是？不是。哇哇哇！大家都在这里耶！天哪，在这里风会不会很大？风不会太大啊，不会有风吗？你们看到吗？飞起来是还好。你们看得到吗？有啊。看不到。啊？啊？你是说裙子吗？没有看到裙子。裙子啊，有啊，裙子啊。只是它没有飞起来，还蛮奇怪的。我觉得这是不是 bug 啊？他们有惊叹号来，那我们最后再来跟他们讲话。以前旅团里面使用的飞行艇也很快，不过这更胜一筹哎，而且其他的规格似乎也相当高。大概在第七班里，什么都会发生，真是一点都不腻呢。而且还有李恩你，一点都不腻。小飞不行啊。景色真是棒，仿佛自己就变成一阵风了。我也是第一次搭乘哦，总觉得脑袋还有点晕晕的。太酷了！班长，哎，哈哈哈，好厉害哟、哦，追过鸟群了耶！我也想，好像要开始想要有这一艘，不知道能不能拜托大叔买一艘给我呢？想在空中飞的话，你用银币就好了。对没？所以艾伦，你决定要在哪里了吗？啊，什么意思？你要从哪里跳下去？谁要跳啦？疯了！你不是很喜欢跳？我没有很喜欢跳。我看你跳得很开心啊。哦。主唱就应该要找女生，女生，女生才对，还要这样火辣辣。张旗鼓，没错没错，我真的觉得克洛你说的太对了。艾特，你们正在构思舞台活动吗？嗯，方针大概有个底了。对了，连你觉得男性主唱和女性主唱哪个比较好？这个会直接影响到舞台活动的人气啊，所以我一直犹豫不决。嗯，就算我叫我选一边站，不如干脆两边都来呢。哈哈哈，你说的对耶，那就
就分量来说也是嘛，要有两首歌才够啊。虽然我想练习会很辛苦，不过就先把